Hello， 小朋友们好，欢迎收看《百变玩具屋》。本期节目，我们的莱德队长为我们带来了一款蛋蛋小子玩具。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这款蛋蛋小子玩具，这是我们的蛋蛋小子神豆卡。取出我们的卡片，这里是我们的蛋蛋小子，这是我们的寒风武器属性爆炸值，这是我们的属性。这边是我们的蛋蛋小子战斗卡，有三张卡片。现在我们来看一下，这是我们的说明书。这是我们的寒风玩具，这是我们的寒风。现在把我们的这一款蛋蛋小子寒风把它收纳起来。我们来看一下，这是我们的角色卡。现在我们来帮我们的这一款蛋蛋小子，这是我们的蛋蛋座舱，把它往下放，松开我们的手，瞬间爆裂开，这里面有我们的属性。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这边有我们的属性介绍，图腾武器，武器图腾，有我们的派奇武器图腾，这是我们的派奇武器图腾金刚甲，这是我们的寒风武器图腾神武光能剑，这是我们的朱古力武器图腾辣妹双枪，还有我们的莱迪武器图腾全知平板，我们的这个图腾是全知平板。这边还有蓝波武器图腾起腹器，和我们的钢蹦武器图腾骷髅手杖。这是我们的图腾，我们的图腾上面显示的，这是我们的莱迪武器图腾全知平板。现在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角色卡上面，我们的图腾属性分数值是550。再取出我们的战斗卡，我们来看一下，这是我们的寒风武器图腾的战斗卡，这边有星星等级三颗星，这是我们的寒风武器图腾神武光能剑，这是我们的人物寒风。这边这是我们的全知平板300，加上我们的550等于850。现在再把我们的这一款蛋蛋小子寒风收纳起来。现在把我们的蛋蛋座舱往下放，爆。我们来看一下这边，这里是我们的图腾，这里是我们的辣妹双枪，是一把枪的形态，辣妹双枪750，这是我们的分数值是750。这边这是我们的莱迪武器图腾全知平板，这是我们的三颗星莱迪。这边是辣妹双枪250，加上我们的750等于900。现在再把我们的这款蛋蛋小子收纳起来。
现在把我们的蛋蛋小子寒风暴，这里这是我们的一个，这是我们的蓝波武器图腾起伏器。我们来看一下起伏器，600分数值，武器分数值是600。这里是一个骷髅手杖，这是一颗星。我们的起伏技是300加上750等于1050。这是我们的这一款大大小子寒风武器图腾，我们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。喜欢我们的视频，欢迎点击订阅关注我们哦，拜拜。